市场成家你要知，今年是奥运年，呢股体育热潮带动不少体育用品商铺都租铺，即刻为大家报道市场上一宗租务成交。Adidas 新近承租了太子弥敦道金都广场地下 G1A 至 GSC 号铺作为 Outlet 之用，铺位面积大概是1104平方尺，据估计租金不用100,000元，即是尺租不用100元。据消息就说铺位现在正在装修，相信很快会开业的。大家都知道金都广场一直有婚纱商场之称，地铺和楼上都有很多婚纱礼服店和结婚用品铺头。而 Adidas 今次所租用的铺位是位于商场转角位置，邻近跨境巴士总站，人流相当旺。这个铺位在2014年的时候由谢瑞麟以月租大概21.5万租用，尺租大概是195元。今次 Adidas 的租金比谢瑞麟租用的时候是低超过一半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，想知道更多工商铺市场的资讯记得订阅我们的 channel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